秒杀。纳克就是要玩到这样，让人家措不及防，就哎，我怎么死了？天才带出官方 LINE 小老鼠 MVP 6666，正规合法带出，价格公道，被锁包赔，或者点击资讯栏连结加入，各种游戏都有，欢迎介绍给朋友。天才带出，让你的游戏更好玩。好了，下一把，玩纳克吗？纳克可以啊，鬼轮是可以考虑了。算了，打野了，每一场都只有打野能玩，有点腻啊，很想打射手。奎伦跟纳克呀，纳克上分，你们这么想看我的纳克罗斯吗？也不是不行，铁罗跟拉兹哦，有这两只，其实我有点想出瑟斐斯。好啦，纳克啦，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什么音乐季？肯定音乐季，那个是干嘛的？那个现场真的像我朋友一样讲的是什么吸毒 CK 现场吗？哎呦，感觉黄世杰老师150。台币可以带我上分吗？阿红嘞，阿红，老师，我最近有点搓、啊。哎呦，老师，我最近不知道怎么打传说了，可能要请信哥带一下他的超人，刚好对面有超人。传说对决越来越难了。它不像是以前一个人可以凯瑞的游戏、啊。大港开唱吗？也不一定。在那个肯丁音乐节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去过吗？聊天室。啊？意义不明。还他一个数吧。这波属实神秘。啊，这把又新掉了、哦。有点难搞，林多特嘞，可以带我上分吗？感谢四姐老师懂内，我原想杀那个兔子、欸。先拉一下，哎，我不想玩了。拉兹那么凶，纳克罗斯他那个大招是蛮痛的、啊，我刚刚看我那个伤害不低耶、欸，哦，好像蛮低的，刚打到人身上，我感觉还可以嘞，嗯，插上去吗？抓到你了，再等一个二技能，再见。看浪吗？酒精有的，有酒精，然后 OK， 就有酒精而已嘛，什么音乐技的？六分钟哪个位置经济最高？射手吧，一定都是射手啊。哎、欸，那个死蓝阵先抓了。对嘛，真素的。拉一下，参考我的奥义魔文。哦，纳克的不用参考我的，我是用那个大神的。啊，中好掉了啊！哭啊！以前那克罗斯那个滑步超远的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时候超好玩。蹲一下，有点久，哇，太多人了吧，哭啊，这一波有点硬啊，退吧，有起罗欸，
太谢啊！中路两只，他们死两只，辅助谁？哎、欸，顶多会一个艾里，艾里来应该还好，跑得掉。太谢啊！死蓝只，死蓝只血没什么血量哎、欸，应该也还好。找新游戏拼一下，那个群青吧，但群青我感觉也还好，可能等王者荣耀国际版吧之类的。先抓后排就对了。刚抓那个后排有点帅，那个死人之那一波。嗯，我那颗是带夺萃是不是？拉一下，秒杀！纳克就是要玩到这样，让人家措不及防，就哎、欸，我怎么死了？因为你那个一定是先手挑飞嘛，对吧？哎，我一开始说要开两个小时，哎，今天就突然想开两个小时，对吧？这我太混了。等一下那个老子，这拉兹不错。这拉兹也很冷静哎，他等我那个招什么放完，他才开；他等我那个大招霸体完，他才开大。他没有很紧张啊，不错，前第一名，这个拉兹可以给过。阿锦为什么不点中他？他在下路干嘛？他点下呀 ，OK。嗯啊啥？哦哦，好吧。有点痛，不行，现在进去有点送头。哎，不要这样啦！哎呦，你很讨厌呢！哎呦，你们该清个兵吧？怎么会是先抓我？啊，我仇恨值这么高，这一边戳了。嗯？啊？不是啊，队怎么死光了？别搞！哦，拉直接顾上，那也可以。还是我去带下，欸，超人欸，哇，好痛！哇，队友死了！欸，这时候整拼了欸。放吧。哎，喜伦能抓、欸，漂亮，可以。哎，杀回！啊你啊喂，吓死宝宝，差点死在，差点交代在那，差点交代在那里了。破甲有了吗？可以。
我去，这波整拼嘞！不是哦，我也整拼了。有点难玩。看，我去，可恶啊！我们刚不是抓掉绮罗了吗？怎么这样？左手手指为什么可以点那么准？就是多练习吧。超派，哎呀，阿尼亚维，只要是我输的场都是 MVP 的，好烦。输出最高，哎，我扛伤也快最高嘞。洗内考，你们超派。呸，不管了，捡了。无奈啊，这新药厂不好打。